这两天，新疆巴州焉耆县的鲜食辣椒进入了采摘晾晒期，老乡们房前屋后都被红色给霸屏了。在焉耆县五号渠乡，老乡们正在采摘成熟的红辣椒。为了方便冬季食用和长途运输，新采收的辣椒需要经过高温暴晒，晒成干辣椒。价格也比较好，但是我,我,我自己不想卖，想自己晾呢。每亩能产个。 五吨十亩花，也就是五十吨，十亩就能两个五吨。那现在价格在在五十块花，能卖个二十多万。巴州烟旗红辣椒皮儿薄肉厚，味道甜而不辣。今年当地鲜食辣椒种植面积共两千二百六十亩，产量共计约九万一千吨。